新冠疫情影响本国移民政策的推行，新移民与难民的构成也出现变化。由于华裔减少，而其他少数族裔增多，一向为华人提供安居项目的移民服务机构需要做出哪些调整，以适应大环境的需要？家国纵横星期五东岸时间晚7:55，西岸时间黄昏4:55，城市电视播出。幸福商风素之家国纵横是由幸福商风素赞助播出。